不用解释了，就是我们玩很大经典的招牌单元。上班了，上班了，我小心跑到最高的地方，因为等一下如果要逃的时候往下跑就快。好紧张哦，没想到第一次就玩大逃杀，狂野一点，气势要先拿出来。我们职场大逃杀马上就要开始了。Are you ready? Yes. Yes. 还有，先开了。还有。忙里偷闲，好东西吗？不是他，原地吃晚饭才吃完饭了，你才能离开啊！这边都不能动。我拿到一个这个，我拿到一个这个，坏了。组长对，先找一下谁是组长。怎么样？好，开了一个宝箱，对，两人车，但是好像不是好的。选一个队员，你的队员。哎，达哥好了，身高比较一样。那你们就一个两人三角，一个吃饭团喽。对，好的。很好，很好吃，很棒。拜尔助理，哎，助理是谁？助理是那个，哎，雨天，雨天太棒，雨天很笨，雨天太棒，雨天很笨，好好。不声不响接近雨天就好，绝对不能太明显的接近他。怎么了？是不是看一下？怎么了？干嘛？干嘛了？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在干嘛？他东西吧，小心他的东西，我们先往后退。别不用，还是你要好，就这个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干什么？跳上去，跳上去，跑上去。不用抽到。对，太扯了啦！抱歉了。天哪！抱歉了，助理。哇，怎么会摔成这样啊？不用抽到。所以，多分一个给我。谁 ？OK。请。我这里被他过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样能看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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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要来吗？好 ，OK， 好吧。哎呀，超累的。哎，怎么了？大哥，那壮壮的那个可以给我吧？我们已经死两个了。啊？雨天死了？怎么了，大哥？
谢谢。好的，我们去。你才没有嘞！你在吃什么？听到了。林博生找到了。先跟一队挂三个啦。对。先跟王复活卡。好。王复活卡。先跟王复活卡。好。王复活卡。好，拿出来。复活卡。我要先喝吗？可以带着。哇，为什么他们打到这么好的卡？好，三楼关闭了，剩下二楼跟一楼，一楼跟二楼，三楼已经关闭，三楼已经下班了。达哥加油 ，Kid 复活要小心。这场东北是飞机是中机是飞，快跑快跑！快跑快跑！韩暖生淘汰，我完全没有看到他在我后面呢。哦，淘汰来，请坐请坐，你怎么一副好像要找东西，原来是找位置坐，来找位置坐，来找位置。大哥太强了！黑队只剩下队长一个。Kid 在哪？跳，还好，先别动。哇，让他复原一下，怎么样？先缓一下，缓一下。他刚扭到吗？他过来抓我的时候，整个脚直接扯了一下。对，哪脚？这边对不对？小心，小心，放松，先放松。扯到了。好，恭喜黄队获胜。好，辛苦，很辛苦，拿下这一胜啊！你都复活了，好。还有复活，对。还好啊，还好吗？还好，抱歉。抓一下，快到。你们三个很快就。达哥对不起。达哥第一张，两人三角。不是，我们跪你。我到死之前，嘴巴里面都还有饭团。